好主播登上军舰听取简报，同时呢视察巡弋飞弹的发射。北韩官媒北韩中央通信社释出多张领导人金正恩来到北韩东海舰队的第二水面舰队视察，观看海军以实战攻击为目的的海上演习。那么金正恩在视察结束后还大赞巡逻舰的强大打击能力，已经做好战斗准备对付所有突发状况。虽然北韩中央通信社没有公布拍摄日期，但外界都相信呢，这是为了今天登场南韩与美国展开为期11天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北韩针对意图相当的浓厚。以上主播，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